小雅，你说你长得其貌不扬，不是，我是说你特别精看。但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？但是不管命怎么样啊，姑必须得教你一招，就是无论是欧阳还是李栋，你千万千万先别急着一锤定音，明白吗？就是绝对不能一棵树上吊死，备胎，备胎，明白吗？ 姑，你说我这些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儿？我，你上一次赌博的事情我没有跟我爸说，不是为了你，我是担心我爸，我怕他着急上火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家小雅最孝顺的，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。你爸有你真是一辈子的幸福。这钻戒到底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 姑，你看见过我的项链吗？项链？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，我前两天摘下来就放那桌子上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没看见，什么样啊？你给我形容形容，回头我帮你找找。呀，几点了？我追的剧是不是开始了？哎呀，这脑子！ 摸摸你的头，摸摸你的手，是不是发烧了？啊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啊，我的身体没事了。去吧，去办出院手续，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。嗯，现在就出院啊？再观察几天吧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快去吧。 这个病，你爸的病是半年前发现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。我和一些专家也曾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，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分子靶向治疗技术和最权威的专家。可当你爸听说治疗周期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回绝了这个方案。那我爸的这个病能治好吗？这个我不好说。 主要还看患者的自身心态。不过，恕我直言，你爸的病发现的太晚了，所以希望不大。
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。有句话叫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爸爸时常自省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老天在惩罚我，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显得那么的形单影只，总是没有时间陪你，总是忙着赚钱，忙着应酬，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，儿子。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把你带进公司，让你当上副总，我还想让你进入董事会，最终坐在我的位子上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是你负责的项目最关键的时候，可是你呢，整天跑到外头去打仗惹事儿。我原本以为啊你长进了，结果呢，你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啊。你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是公平的？只有弱者才奢望公平。你是我儿子，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这一点你一定要时刻记住。留在家里，留在公司里，有什么事儿能过来跟我说一说，哪怕没什么事儿，只是陪我坐一坐，喝喝茶，发发呆都行。你今天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，公司有我姐还有我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交代给我们做好吗？我的身体我清楚，你去把车停好吧，不用管我。你在哪儿？您找我，您怎么没在医院多观察几天啊？我再多待几天，等你举办完了婚礼，我再出来。
啊，坐吧，我跟你有些事情要商量。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。作为父亲，最大的愿望。 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。我不同意你和陈哲，不是因为他的身世和背景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怕他追求你的目的不纯。一旦你们结了婚，他露出狐狸尾巴，最受伤害的人是你。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，但我请您放心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怎么看待欧阳被绑架这件事？如果不是及时得救，你弟弟很有可能就死在外面。 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弟弟这次的行程，我只告诉了你。您这是在怀疑我吗？我竟会如此不惜代价的去杀自己的弟弟，您就是这么看待我的？小蕊啊，我只是在提醒，当局者迷。 你看不清楚，我只希望你对你自己的选择不后悔。您是在怀疑陈哲，我对天发誓，欧阳这次行程我根本就没有给陈哲看过。爸爸同意了，好吧。爸爸同意。你和陈哲结婚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下次股东大会上，你主动提出退出董事会。我同意。 早就知道我爸病了，对吧？我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了我爸的病历。董事长这么做是有他的顾虑，他担心病情一旦泄露出去，会对集团带来负面影响。 所以，他拒绝出国治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对吗？还有，你当初把我从法国绑回来，急着让我进入公司，也是因为我爸病了，对吗？对。因为治疗周期太长，他担心早晚会被外界知道，所以这段时间都是由我陪董事长去医院接受治疗。你应该了解他，他一直把公司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 命都快没了，要这破公司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！
是为了你。那时候他刚刚得知自己的病情，就立刻派我们把你从法国接回来，为的就是希望你能尽早接手公司，趁他还在世，还有能力的时候，帮助你最终接替他的位置。欧阳，你应该体谅他的良苦用心啊！他这么做可全都是为了你。你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重要吗？ 甜不甜？嗯，特别甜。小杰买的吧？嗯。今天这菠萝还可以，以前他买的真太酸了。
小杰还真是不错。你说这孩子吧，表面上看着不着调，但其实他特别的善良，而且呀，还对你是真心的。妈，你想什么也别往我们俩这儿想。我跟苏子杰纯哥们儿，下辈子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块儿。你呀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。 咱再住一晚上，明天咱就回国了。嗯，是啊，我女儿这么漂亮，什么样的找不着啊？不过小杰呀，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啊，真的。妈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多嘴了。你俩吃。 欧阳，这枚戒指是你亲手为我戴上的。你告诉我，它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我们相互拥有，相互扶持。 无论是好是坏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富裕或贫穷，我们都彼此相爱、珍惜，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。所以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们一起面对。你现在应该听你爸的。 若楠，咱们这次回去，你除了想去找你妹妹，你不会也想去找你父亲吧？我当然要去找他了。我可不想见到他啊！你要是去，我就留下来，我不想见到那个人。妈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下来，躲起来！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要干嘛？
小雅，怎么晚了？你不睡觉，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呀？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吧。今天有点失眠，怎么睡都睡不着。你怎么大半夜的也跑出来了？哎，我倒是睡着了，可是后来呀，做了一个噩梦，就把我给吓醒了。这不呀，我就想出来透透气儿。 没事儿吧？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也是觉得闷得慌，想出来透透气儿。我来上门吧。 来，快，趁热吃了。今天下了班，我陪你去看看婚纱去。我看到一个牌子的婚纱特别好看。这事儿啊，你家是没答应，但是咱们早做准备嘛，是吧？我爸同意了。真的。 那今天不只要看婚纱了，还要庆祝一下，是吧？但是有个前提条件，我必须退出董事会，并且放弃继承权。你答应了，小瑞啊。 咱们先不说继承权的事儿。你退出董事会的话，连决策权都没有了。你辛辛苦苦把欧氏经营到今天这个规模，你就甘心让给他欧阳啊？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是个妈妈，我这么多年在商场上拼杀，实在是太累了。之前我之所以能够撑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欧氏集团需要我，我绝对不能够倒下。 可是现在需要我的是你，是宝宝。当我爸跟我提出让我退出董事会，并且放弃继承权的时候，我没有失望，也没有愤怒。我感受到的只是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我现在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 欧阳这次出国的行程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问这干嘛？没事儿，随便问问。吃饭吧。 这是什么呀？汤。我早就从来不喝汤的，怎么回事？爸，嗯，这是我让阿姨早上特意给你炖的虫草汤。你刚出院，需要好好补补身子。好。好喝吗？嗯。爸。
早上的例会你就别去参加了。开那么长时间的会，我怕你身体吃不消，你就好好在家里休息吧。那不行，我要是不出席，我可以替你参加。你放心，我会认真的听完每一个部门的汇报，有任何问题，我都会及时回来转述给你，好吗？不想。